今天下午6点22分接到我们警务中心派遣，位于海神宫有37人受溪受困于河水暴涨中无顺利的过溪人员出动2台车3个警消前往救援到现场时特种队已经架设绳索横渡绳索已经架设了已经将部分受困人员已经救出了本人本队本分队人员也持续的加入救援当中